是去给每一组宝石呢去画宝石。对，看一下，首先是在红宝石上面添加涂层，然后呢选择笔刷，还记得我们上次的笔刷吗？OK，看一下，上次用的是四爪，OK，我这次呢也用四爪。好，退出。首先记住啊，整个这块是灰色，整个灰色，还有是空涂层。然后呢，我选择要白色啊，刚才忘了调白色，要调白色。然后呢，看一下，哎，整个这块，哎，看一下，画一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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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定住。好，定住完了之后呢，选择椭圆，然后呢，去调整一下。然后呢，比如说老师，我一不小心点住了，我还没有调完，我怎么办？OK，没有关系，那你就后退，重新画一个嘛，是不是？那你就重新画一个不就行了吗？好，定住，然后呢，进行椭圆。好。好，点击完成。OK，看到没有？整个一圈钻石效果出来了。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整个这块出来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现在开始，我们要见证一个小奇迹，明白了吧？见证小奇迹。好，看一下整个这块呢，我们。在两个红宝石上面添加一个涂层，然后记住看着老师屏幕啊，记住看着老师屏幕，记住我们要在这里面呢点击操作画布，然后呢选择编辑绘图指引，还是刚才那里编辑绘图指引，然后呢这边有个对称，一定要选择对称，明白了吧？然后对称里边呢选择选项，然后呢保证我们的选项是垂直，沿着垂直。然后呢，对称轴向对称，把它关掉，把它关掉。好，点击完成。好，点击完成之后呢，我们看一下整个图层七，OK。然后呢，这边显示已经绘图辅助勾选打开了，OK。然后呢，我们开始画起。好，看一下，整个一边画，哎，发现没有？整个画左边的时候，右边同时画起了，这就是我们整个的对称。好。不要选择蓝点儿，蓝点儿整个是椭圆。选择蓝点儿以外的其他钻石位置可以调整它的大小。不要选择蓝点儿。好，OK，确认。好，看到没有？这样我们第一圈就画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接着画第二圈。好，看到吧？然后再选择第三圈，哎，好，看到没有？整个这样，我们的宝石就画完了。OK，宝石画完之后呢，哎，老师这块怎么感觉差一点？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在差完之后呢，我们只要去调整一下宝石的位置就行了，选择移动。好，对不对？看到没有？好，给大家20秒的时间，把这块宝石的围箱先做完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做一下整个宝石和宝石之间那个连接的造型，明白了吧？好，开始画起。好的，我们这块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，下一步更好玩，真的很好玩。然后呢，看一下，好，这块连接怎么做？这块连接呢，我们可以随意的去设计，明白了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好，我们再次呢，我说了，再次添加一个涂层，然后呢，选择我们的笔刷，看一下我们用什么笔刷去做合适呢？比如说我们选择心形，然后点住，哎，看一下这个心形有点小。然后呢，这块看有没有心形，OK，没有。但这块有椭圆形，试一下。好，放大一点椭圆形，OK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椭圆形效果还可以，看一下啊，整个把心形放大，或者是这块可不可以？好，心形感觉不太合适。
好，马眼吧。好，选择马眼，点一下，OK，点一下。好，点一下马眼之后呢，我们开始调位置，OK，整个选择移动工具，好，给它调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有蓝色一条条线。如果你不想要，你可以把它磁性关掉，关掉磁性，它就会消失。然后呢，OK，慢慢调整它们之间的位置的关系，OK，确定。好，这块确定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添加一个图层。然后呢，这次我们画一个马眼形，画完之后呢，我们画一个水滴形，再点一次。好，太大了，调整。好，调整的时候，你看一下，整个会把它画宽画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选择用等比。等比的话，你再怎么调，它都是等比例放大缩小，就不会有刚才那个问题了。好，看一下整个这块，哎，点击确认。好，这样整个这块画完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接着画一下，还没画完，再添加图层。然后呢，我想再选择马眼形，OK，点击，好，再次调整，OK，看一下整个这块，哎，好，感觉这就是一个无秩序的一个排列方式。好，确定。好，看到没有？整个这块啊，大家可以自行发挥啊。老师只是随意排版，然后呢，再加一个图层，然后这次呢，我要一个圆钻，大一点，整个圆钻放在这里。好，看一下啊，整个放在这里。好，这个没有对错之分啊，只是你喜不喜欢。明白了吧？没有对错，只是你喜不喜欢。好，这块画完之后呢，OK，看一下，一块、两块、三块、四块，是不是这四块变成了一组，对不对？那一组我们如果确定的话，我们就把它合并。好，确定的情况下，我们就把它合并。合并完了之后呢，就把它复制。好，点击复制，然后呢，选择移动工具，把它挪过来。挪的时候我说过，你要平行移动就点开磁性，平行移动，然后呢选择 OK 水平翻转，哎，翻过来，看到没有？确定，好，这样整个第一组对称效果就出现了。好，第一组对称效果出现之后呢，OK 我们再做下一组，下一组的时候呢，OK 整个这块我想稍微调整一下方向，磁性关掉，好。我感觉方向稍微再弯一点会更好一点，再往下。好，差不多这就是我想要的一个方向吧。好，这块画完，哎，我看一下这块如果是水平翻转过来会怎么样？好，我感觉好像这样更适合一点。好，不是因为出于什么原因啊，就是我们可以多尝试一下不同的效果。OK，这块更好看，那我就不管了。整个这块，哎，翻过来，调整。好，走起，确定。好，我觉得这样更好看。好，大家可以试一下啊。如果你喜欢哪一种的话，就用哪一种就好了。OK，看一下整个这块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再做第二组。好，把这两个组确定完了，然后不改了。OK，把它合并，然后添加。我们再做第二组。第二组呢还是一样的，首先从马眼开始做起。第一个马眼，等比缩小。好，添加第二组马眼，再用钻石。好，第三组，
添加，然后再用。好，马眼调整旋转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次添加，然后呢，OK，这次是水滴，对不对？点击水滴，然后呢，OK，水滴有点没点好，好，这次好了，缩小，OK，放在这里边，看一下，整个这块画完，好，老师，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直接缩小？因为每一个钻石和整个红宝石之间呀，它的间距会有点微小的差距。然后呢，每一组，好，这一组和这一组一对一对的做就好了。但是不要一排一排做，不要复制，因为每一块呢肯定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。好，这块做完之后呢，OK，接着把它合并，四个放在一起。然后呢，还记得吗？把它复制，然后呢，选择移动，点击磁性。然后呢，水平翻转，好，好，这个时候呢，看一下，老师把两个图层都给我复制移动过来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双指回去，只选择一个图层，对，选择移动。然后呢，水平翻转，OK，好，确定，好，看到了吧？好，就是这样，给大家20秒的时间把第一层和第二层做完。然后呢，我们接着往后做一下。好，是不是很快？感觉看到了好多希望，没有问题。老师保证让你今天画一个大的套链出来，没有问题，一点的问题都没有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。好，看一下这块画完之后呢，我们接着画起。好，整个这块也是一样的，把这两块左右两边呢，OK，左右两边呢合并。好，这样一二，OK，这两组确定完了之后呢合并，OK，变成这四组一起。好，看到了吧？好，然后呢，到了这块儿还是一样，添加图层。好，这组呢还是照样用这个去画吧，整个这块儿还是在这里边。当然，你想要变一个其他的变化，这完全没有问题啊。好，整个这块儿，哎，调小一点，好，差不多，整个这块儿。然后呢，添加，然后呢，OK，整个这块儿加一个圆钻，好，加在这里。好，然后呢，这块添加，然后呢，OK，马眼造型点住。好，最后一个呢，添加。